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捷德奥特曼。自从我把我的坏人爸爸贝利亚奥特曼消灭之后，很多小伙伴给我疯狂的点赞啊，还给我取了一个外号，叫做宇宙超级大孝子。很感谢大家为我的行为点赞，但是我怎么说也是贝利亚的儿子啊！你这样疯狂的给我点赞，就不怕贝利亚在梦里来找你算账吗？你们给我小心点。自从消灭爸爸之后，我一直很颓废，连赛罗请我吃泡面都没有去。小伙伴们，你会为我加油吗？你一加油，我今天就得去找赛罗，欠我的泡面该还呐。最近听说赛罗收了个徒弟，于是我就去他的星球客串了一下。那小子人傻傻的，不过人还不错，还请我吃了泡面。唯一有一点不能接受的就是他竟然认为我也是赛罗的徒弟，这小子脑子确实有点不正常啊。还有一件事忘记说了，就是听说赛罗找了一个女朋友叫格力乔，于是我便去他女朋友的星球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遇到了格力乔的两个逗比哥哥，那两个小子简直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两个小子，我真担心他的妹妹呀，不会也是像这两位一样的沙雕吧？那样兄弟赛罗以后就真的玩完了。操心我，你还早20000年。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做，每个人都很忙碌，唯独我孤身一人身在地球，只有小伙伴们帮我点赞。哦，忘记了，其实我还有来业，就是平时他对我太凶了，动不动都就拿把大宝剑威胁我。但是很奇怪，即使他这样对我，我竟然一点也不觉得难过，我这是不是犯贱呢？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些了，记得点赞支持我哟。